恐怖啊！那就要去捡了、啊。对，很难找得到了，你去哪里捡啊？你根本就没录下去。进不去的那个进。对呀、啊。前面的山没有顾到。而且。不知道它在哪里。嗯，在这里。很明显，它绕了一圈了，没有位置。没想到。你干什么？最后还来撞我，危险！要干嘛？再飞一次！你把鸟给吓走。
两只都走了，剩一只。